心里等着结果，也后知后觉，确定每次当你不在我就失落。就算分开一刻都觉得舍不得，我大概是疯了才会忍着不说。是非你不可，是早已诚恳又深刻的在爱着。如果有可能让我和你从路人变作我们，一日三餐有你在才算是丰盛。爱不用假设，只要我的心懂爱你有多认真，你一生为真，从此后我只想要一个我们，梦里现实有你在才算是完整。我越陷越深，才懂想给你幸福的心多认真，一辈子为真。童总，小姐，里边请。先坐一下。啊。啊，采访还没结束，两位稍微等一下。嗯，好。你在国外取得了这么优秀的成绩，那本次回国一定收到了不少节目对您的邀请吧？那你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好久不见呢？因为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有不一样的意义。这是够威风的。二打一会不会有点不太讲武德？那就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，好人你来做，我来负责，凶一点。嗯，那倒也不用，你就做你自己，再打个对折就够用了。怎么跟你老板说话呢？对不起，撤回。所以参与此次好久不见的真人秀节目，对于您来说这个特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节目会让我邀请一位好久不见的老朋友，我们可以聊一聊过去的美好。想必这位老朋友一定就是您很想见的人吧，方便透露一下吗？他是我高中的学长宋浩宇。所以你会成为茂林商场的代言人，是受宋总的邀请？对，因为我们是高中和大学的校友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位先发制人，道行高着呢。那就更得当面过招了，这隔空打多没意思啊。嗯，这次不想放过他了吧？我倒是挺期待的。嗯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。辛苦各位，谢谢金小姐。这边请。那我们请坐。童总，别来无恙啊。三年没见了，老了这么多，看来这些年过得很辛苦吧？训练确实很辛苦，而且我最近还在调整时差。哦。啊，金小姐，合同您过目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内容。他哪有时间看合约呀？满脑子都是借着媒体对你老公喊话呢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以为你这性格会有所改变呢。看来是我不该对你有期待啊。彼此彼此。看见没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多会聊天啊他。金小姐，我不会干预浩宇的决定，如果他想去参加节目的话，我也会支持他的。是吗？当然，人家才是两口子，当然有什么事情都一起商量着来了。
金小姐，好好看看合同，早点签完才能早一点开工，对吧，宋太太？这一次的胸针设计一定要工艺和理念兼备，要让金希晨还有我们业界同行心服口服才行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得好好想想。有任何需要随时告诉我，我不会亏待自己人的。只要工作做得好，一切都给你备好。谢谢你。你干嘛？这么肉麻？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真的很感动。谢谢。我哪里是为你做的？不过就是想让你帮我出口气而已。我可是你老板呀，你这样一点都不尊重我，你说靠就靠过来了。我就想抱抱你啊，要不然你帮我开了。你以为我不敢啊？我现在就开了，你信不信啊？我送他。松手！我不。你以为我是宋浩宇？随便你聊。我不就是想好好谢谢你吗？哥，你真的很给讨厌。说真的，谢谢你。知道了。哎，你觉得什么样的设计最能代表凡一啊？你都是后话，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在浴里暗示他，让他有多远滚多远，打飞机滚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了一种花，是在春天的末尾才会开放的花，荼蘼花。嗯，寓意是感情走到了尽头。他们居然在一起了，你看一下，他们俩在一起了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怎么了？金希晨，他跟谁？宋浩宇是谁啊？哇，你快看，他们俩在一起了哎！天哪，真的哎！何勋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茂林没有必要通过节目来增加曝光度。好啊。那就让秦天和那些提意见的股东他们自己去准备下文案，明天让公关部发声明。你怎么来了？为什么不去啊？你的另一面我也很想看看啊，真人秀什么的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别闹了，我已经拒绝了。可是你不是说其他股东都想让你参与一下吗？那你明天怎么应对啊？不用应对啊，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在公司的发展规划里，他们不能强求。浩宇啊，嗯，其实我看过类似的节目，也有很多公司的老板会通过这种形式去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和好感啊。你说为了咱们宋家的金山银山，我觉得去一下也不是不行。再说了，我们家老公颜值这么高，不去一下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？认真的？嗯。你不吃醋吗？吃啊。那，你有病啊？哎，我没病，就是我知道有很多事情，就算不喜欢，还是要去做。反正不管你怎么选，我都支持你。而且我听说这个栏目里有时光追溯的环节，你高中时的样子。我也很想看看我高中时候的样子。嗯，肯定很可爱吧？可惜我错过了。的确挺可爱的。茂林集团现任总裁宋浩宇，在其妻子的支持下，决定与女子斯诺克冠军金希晨一起赴战《好久不见》真人秀节目。这。就是你的打算？嗯，我有自己的小私心。你该不会又知道想要去考验男人吧？幼稚吗？哎，也不是了，
心病还需心药医，浩宇受过很重的情伤是一定事实，不说破不代表不存在。我的私心呢，就是想借这个节目让他彻底释怀。那你就没有想过这万一没释怀，这俩人在节目上啪的一下旧情复燃了，你怎么办？不能。不一定吧。喂，陆琪。你老公在省实验中学图书馆录节目，我已经过去了，你快点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小雪，走了。不好意思，小雪，快点，来不及了。哦，来了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当时我撞到你，把书洒落了一地，你一声不吭地看着我，吓得我一直在说对不起。我记不太清了。咔，这条过来。哎，化妆来，补个妆。气死你了！这现场这氛围，这不看着能行吗？衣服怎么还没弄好？姐，您坐这儿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坐那儿就行。品牌赞助商，您担待。好，这水准可以。嗯，你好，导演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可以了吗？姐，如果您可能要绕过来，放在观众的身后。您有什么不满意吗？才高中哎，男女生相处挨这么近，不会误导青少年吗？还有，宋浩宇已经成家了，要是因为这个出了什么绯闻，你们摄制组担这个责任啊？让宋总和 King 拉开一点距离。好的，且稍微往后退一步，手可以搭在男生的椅背上。对。哎，不行啊，这挨的还是近啊。还是让女孩坐到对面去吧。好的，好，且还是坐到自己位置上。好。结果两个人四目相对，看，这个只拍宋浩宇就好了，金医生没必要一直在画里吧？咔，这段擦掉。咔，咔了，你在干什么呢？那儿构图好看吗？画面好看吗？重来。来来来，你来拍。导演，您来。齐思乐，你能不能行啊？我帮你扛了这么久，怎么还没到？扛不住了，你快点！来了来了，我好不容易把你塞进来做神秘嘉宾，你自己不紧不慢，让我帮你扛呗，我欠你的。谢谢金主爸爸，知道就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导演，我太太来了。思乐，浩宇。冠名商安排的神秘嘉宾到了，几位赶紧跟上。别紧张，跟平时一样。嗯。你好，金小姐。你怎么才来啊？师哥一直在等你呢。嗯，我等你好久了。你今天穿的跟平时不一样。嗯，好看吗？好看。看来选择参加这个节目是正确的。怎么说？因为我很好奇你高中时候的生活。
现在不晚。嗯，录真顺利吗？嗯。金小姐，你觉得我们录的顺利吗？嗯。这个镜头好，保持这个节奏，各个机位给到他们夫妻。好，再多给一点。谢谢童总，慢慢接。哎，童总，麦都收好了吗？干什么呀？嗯，我今天可能要陪浩宇到很晚，所以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啊？什么忙啊？一个会让你有惊喜的小忙。哦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啊？坐这儿等会吧。这个豆豆脏，真麻烦。现在好了吧？坐吧。臭小子，要不是没人要你，你以为我稀罕来接你啊？你们俩应该感谢我。我怎么没人要了？我爸妈呢？秀恩爱顾不上你。我林心干妈呢？谈恋爱懒得理你。我还有蔡爷爷和杜婶。一个入院体检，一个回老家参加婚礼，所以你不要再垂死挣扎了。不准哭，爹回去。童总，太太说您带着孩子可能不方便，所以让我来送你回去。辛苦了，走吧。我不要进去，我不要去。干什么呢？松手，松开！你要是再这么不听话的话，我就给你干妈打电话，让她给你布置好多好多作业，让你作业做不完，你给我松开！你别吓唬我，我进去就出不来了，你好可怕！晨晨，你别紧张，阿姨啊，就是看起来可怕，她其实很善良的。什么？我看起来可怕？松手，松开！我就不……你以为你几斤几两重啊？要是按斤卖的话，你妹妹都比你肉多值钱，松手！哥哥怎么办？你还要卖我妹妹？松开！走。我好了，又卖出来，我不许动我妹妹。这才听话吗？走。卖你了，不卖你了，走，不卖了。那童总，我就先走了，他们辛苦你了。好。哥叔叔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走了没人保护我们，我们兄妹俩就完了。宋星辰，你够了啊！我能吃了你们俩呀？你看他还要吃了我们，吃了我们。金小姐，这里都是我和浩宇的回忆，你确定要参与吗？回忆是过去，但有很多事都回不去了。我知道这只是为了节目需求，所以我想参与。但是那些回忆始终停留在某个重要的时间段里，当初你没有出现，现在却想陪我们一起重温，不多余吗？你不应该来这里，这里是我的私人空间，你不用了解。我也挺想了解一下浩宇的过去的，而且我知道时间是一剂霸道的良药，
如果能帮他带走该带走的，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啊。齐思乐，你就这么自信，你敢赌吗？金小姐，我是他的妻子，我不需要赌。再见。师哥来了，没意思，还不如找小师妹花前月下呢。小陈，换你了。师哥，嗯，你还记不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小陈，我今天忘记给你准备礼物了。没关系，那这把我要给你读点东西。好啊。浩宇，加油！走走去看看。文君啊，文君先找回来去。真不赖啊。因为我爸爸在台球厅工作，所以我从小就打台球。怕不怕？嚯，还挺有冠军的架势啊。真的？嗯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师哥，虽然今天不是我生日，但你敢不敢再跟我赌些什么？师妹，你就剩下一个黑八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如果这把你赢了，你想要什么？那我要是把他打进去了，师哥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师哥做我男朋友。你不说话，就当你同意了。 K 的状况不对啊，手一直在发抖啊。别赌了。导演，今天就录到这吧。好，那今天到这收工。谢谢谢谢。浩宇，嗯，没事，走吧。喂，阿来，你马上来接我。
这么早就收工了？对，现在立刻马上。以我的经验，这个女人不可能会帮妈妈照顾我们的，妈妈太单纯。和她开久一点，不是很可怕了？你不懂。如何与5岁熊孩子和谐相处？分享美食，主动发生身体接触，一起玩耍。怎么，你也很怕我呀？没有没有，刚才只是为了哄小朋友。啊，下班了还用保冷板看孩子，真够悲催的。没时间谈恋爱吧？不想，不是，没时间。哥哥，我饿了，我想吃东西。不，你不饿。可我饿的呀。坚持一下，等妈妈来。真麻烦。想吃吗？别吃。好不好吃啊？谢谢姨姨。小朋友呢要学会分享，所以这个能不能分享给阿姨吃一口呢？好呀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我的泡芙。这个是家里只有紫甘蓝了，尝尝吧。我还是等一下看你还活着我再吃。臭小子，给你们做饭还嫌弃？好喝。萱萱，好吃吗？我妈妈做的好吃，算你有眼光，吃啊！童总辛苦了。童总，小朋友是不是很可爱啊？齐思乐，哎，为了你，我又花钱冠名，又帮你带这俩熊孩子，你下半辈子就算给我当牛做马，伺候我也还不起这个债。辛苦了啊，童总，赶紧走，别让我看到你们一家四口，还有你，走。
整个世界的美梦，我猜都在你眼中。日升又月落，春夏和秋冬，抵不过这一分钟的相拥。 From this moment， 想拥抱所有可能，关于时间的歌颂，我猜都在你眼中。永远保留着，永远守护着我们的想狂奔，穿过时间的迷宫，你还在我心中。有太多的相逢，来去太匆匆，忘记了曾经有过的心动。这分钟的心动。